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？试试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，买啥枪？我买哒冒蓝火那个哒。你怎么打着的？没有架子机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买把短枪，打个鸡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我买几把枪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走，我挨着房门了。哒，来，你告诉我地址。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去你妈！